开了。OK，我们在最前面讨论 Ori 拉光给亏损时候，就讨论过那个双摆哈，double pendulum，就这边调过来，再调过来，第一个是 theta one，第一个质量是 m one，这质量是 m two，这是 theta one，这是 theta two，OK。那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small oscillation，所以你这个角度的变化摆动不会太大哈。所以这边呢，这时候我的 theta one、theta two，它是小于一，就很小的意思了哈。所以呢，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所以，我的 Lagrangian，你的 sin 哈就换成这样子哈，是等于二分之一 m one 加 m two l one 平方，这是 theta one 平方加二分之一 m two l two 平方。theta dot two 平方，再加上 m two l one l two theta one dot theta two dot，扣掉二分之一 m one 减掉 m two g l one theta one 平方，再扣掉二分之一 m two g l two。theta two 平方，就 formally 把 sin 跟 cos 写成 Taylor 展开式，然后高阶项把它丢掉哈。所以呢，equation of motion 这时候运动方程式就可以简化，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边是一个 m one 加上 m two l one theta one 二次微分，再加上 m two l two theta two 二次微分，再加上 m one m two g theta one，还有第二个方程式 l one。theta one 二次微分，再加上 l two，加上 theta two 二次微分，再加 g，theta two。OK，所以这个哈，这是一个联立的，而且是二阶的微分方程。OK，联立的联立而且是二阶的，所以当然是不好解。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欧维克尔线。我的 theta j
就说它有相同的 phase 啊，那个 phase 就会跟你的 eigenvalue 有关啊，跟你的 eigenvalue 有关。所以呢，我可以 always assume 我的 theta j 是 aj， 振幅不一样。那这边是 expansion i omega t， 所以你看我这边的 omega 没有 j 啊，对吧？所以一跟二每一个都有相同的 frequency。那在这个前提底下，按这个相同的 frequency，eventually 就是对应到所谓的 eigenvalue 了 ，eigenvalue。那么呢，这个时候你把它带进来，所以，带进来它变成是一个代数方程式了。所以我就 a1m1 加 m2 乘着 g 扣掉 l1，omega 平方减掉 a2，omega 平方。m2 l2 等于零。然后第二个是负 a1 omega 平方，再加上 a2 g 扣掉 l2 omega 平方。所以 anyway 我的 omega 可以解哈，所以我的 omega 可以解出两个来，它有一跟二两个都有，得出来是这个样子。它有点复杂，两倍的 M1 L1 L2。 所以其实 roughly 这个题目如果可以当作一个 research 的 project， 一个双摆的运动都是这样，还不太容易了，还不太容易。这边是 M1 加 M2， 就是 L1 加 L2，然后正负开根号 M1 加 M2， 这是开根号 M1 加 M2， 这是 L1 加 L2 平方，扣掉四倍的 M1 L1 L2。所以你可以算出它的 frequency， 这 omega 就是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那这边呢，我最后算出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些假设哈，如果决定两个质量，其中一个质量是比较大的，大很多哈。假设 M1 确定无穷大，那么呢，我的 Omega One 就走体了哈，就是那个什么 frequency 倒过来哈，这是确定到根号 L1 G， 我的 Omega Two。确定到 L2， 你就把 M1 是很大了，那就去做一做，然后就可以消了哈。OK， 所以就一个很重了哈，一个很重，那几乎是另外一个就是哈，几乎是这个它几乎是不动。我以为我大概就基本上就这个的，这个在这边几乎是没有怎么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视为是两个单摆的，原先是双摆的，那 Omni 它就视为是这样，是两个单摆，对吧？就是 two in 这个意思是这样 ，two 它意思就在这个天顶底下，就这个是在这我的双摆呢变成是 two independent 的 ，OK， 也必须要在这个天顶底下哈。那我现在要考虑 n 等于2的 small oscillation。所以我的 mass
有两个哈，M1 跟 M2。那它的 position，它所在的 position 就是 X1、X2。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得到它的 kinetic energy 2/2 mv 平方，所以是 m1 x1 dot 平方加 m2 x2 dot 平方，所以这个是 kinetic energy。还有 potential energy，就如果按照你的原型虎克定律。是有一个 k1 Brown x1 平方，对吧？还有一个 k2 Brown x2 平方的，它的 potential energy 对吧？按照虎克定律，但是它还有这样彼此交互作用的部分，还有一个 k3 两个之间的距离的啊，交互作用的，所以说还有一个 x1 减掉 x2 的平方。所以，如果你要问是为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写成 summation a i j 对吧？什么 c i j，然后 x 哈哎哈 x i 乘上 x j，是因为有这个缘故了。就单独按照虎克定律，我有这个位能嘛？有单独这个位能嘛？但是还有这样彼此交互作用之间的，对吧？x one 跟 x two 之间两个有距离，对吧？有距离就有位能嘛？对不对？你的问哈，你的 potential 就跟你的距离有关的嘛？哈。所以呢，你整个把它写开，就我把它写成这样子，所以这边就变成是 k1 x1 平方减掉2k3 x1 x2，那这边叫 k2 x2 平方，这是这个缘故哈。所以也相当于我这边对应的这个矩阵 M 这边呢，还好我这个对角就是 M1。就是 M2 是一个对角矩阵，然后 K 就这一部分了，所以这边是 K1，这边是负的，负二 K3，所以是分它各分一半，负 K3，这是 K2，是这个样子。这就是这个 system， 这就是我把它写的呢 M1 M2 就是 X1 二次微分，就是 X2 二次微分，那再加上 K 对吧，就是 K1 负 K3 负 K3 就是 K2 就是 X1 X2，所以求哈，你的微方程的解就是这个，是一个联立的，而且是二阶的哈，啊联立而且二阶，或者你把它写开了哈，就是 M1 X1 二次微分，再加上 K1 X1 减掉 K3 X2 等于零，那这是 M2 X2 二次微分，再加上。减掉 K3 X1，再加上 K2 X2，啊，就等于是底下这个式子，啊。所以它困难是因为这边彼此有纠葛在一起 ，couple 在这边，这边有 couple。这边也是有 couple。虽然你看呢，啊，它是一个 linear equation。对吧？你这边 x 哈 ，x1 跟 x2 出现的都是这样，都只有一次而已嘛。这一次，一次，一次，啊，有二次微分的话，不管它，这一次，一次，一次，所以这个 equation 是 linear equation， 啊，因为你的未知数出现的都是一次的，啊，这就是一个，它是 linear equation。如果今天是 non-linear equation， 那你根本就没有方法哈，所以需要
借由其他的方式去解决。OK，Anyway，这是一个对角矩阵，所以为了方便呢，就把这个乘上一个 inverse，那就直接放过去哈。所以方程式变成是这样子，这边是 x one 二次微分，x two 二次微分，所以再加上 m one k one 减掉 m one k 三，这是 m two k 三负的 m two k two。先是 x y，所以现在只要你这个矩阵，现在这个矩阵，它可以对角化的话，那就 OK 了哈。那实际上也就是做对角化，所以你可以去解这个 eigenvalue。所以你可以给出它的 eigenvalue。它会有两个哈，所以你就真的去算一下哈，它会有这哈，它叫一二，二分之一，m one，就哈，你看呢，就算这么简单哈，都不要小看它，m one k one，再加上 m two。K two 正负二分之一开根号，M one K one 等于 M two K two 平方，再加上 M one M two 这是4倍的 K 三平方。Anyway 可以解了哈，这 eigenvalue 可以，你就直接去算。那就直接去算，就减掉 lambda，减掉 lambda，那取啊取啊取行列式等于零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可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哈，你就把它提出一个哈，把这边的平方提出来，所以这边里边就变成一加什么东西的样子哈，所以二分之一。就开根号哈，干脆假设 M two 比较大一点，扣掉 M one K one，这里边是一加上这个东西，K two M two，扣掉 K one M one，这是二 K 三，所以根号 M one M two，整个括号的平方。我只是把它做整理而已，我让根号里边变成一加某个东西的平方。OK。然后呢，更做一个有点 clever 哈，clever 的代换，就是 tangent 二 theta，这里面这个 guy 哈。二 K 三，M one M two，那就这个改，你这边一加上平方嘛，所以你自然而然联想就 tangent，当然你这边要取特别一点是二 theta，像 K two M two 减掉 K one M one，那么这时候我的 eigenvalue 可以写得比较好看一点，对吧？因为这边是一加上 tangent。就是 secant 的平方，secant 的平方导数就 cosine，还可以把它分配进去，那刚好就刚好没有这个一个是加的，一个是减的，OK，一个加的，一个减的哈，
所以呢，我其中一个，我把它叫做 lambda 负啊，它可以写成是 m1 k1 cosine 平方 theta 再加上 m2 k2 就是 sin 平方 theta， 这个是减的，这是 2k3 再根号 m1 m2 cosine theta sin theta。那另外一个就是变成是这边负正，这边就正而已。OK， 然后呢，我这个 system 就可以改写成对角化的形态，也就是说，我做一个这个变换 ，x1、x2， 你基本上这个可以对角化了哈，因为它是一个这样。是斜对称的，所以大概就会做一个旋转，啊，差不多像旋转，但是它没有那么平移，差一点点，就差不多是旋转，所以呢，它是等于这样子 ，cosine theta 就是负的 sin theta， 原先是应该旋转，但是因为我现在还除一个 m1 m2， 所以这边还要除一个 m1。这是 m2， 好像这边是 sin theta 跟号 m1 cosine theta 跟号 m2， 这是 x， 这是 y1 y2， 我做一个差不多就像旋转的变换，如果我的质量两个质量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旋转啊，因为现在质量不太一样，所以跟旋转有点差异了哈，有点像椭圆的旋转。我们原先的旋转是圆，那个是 m1 跟 m2 两个是一样的，对吧？长轴、短轴是一样的，就单纯的旋转。但是我现在就这个旋转有点像椭圆的旋转，对吧？我除了这样角度的转换之外，还有这样，就是那个什么，类似有点伸缩，对吧？我这边有一个 m1、m2。应该是这样的，更广义的旋转了，对吧？原先有旋转而已，旋转是这样，你是在圆上面旋转了，但你现在旋转可能是在椭圆上面旋转。OK， 差一点点嘛哈，就是如果我的 m1 哈 m1 等于 m2 的时候，那么就是旋转而已。OK， 那么这时候我的哈这个微分方程啊可以画为这个对角矩阵，所以我的 y1 加上 lambda1。就兰达一二了哈 ，y1 平方，我的 y2 再加上兰达2 y2， 那这个就是已经分开的了，已经这样对角化了，所以我这边可以单独个别解了，对吧？我的 y1 就是 c1 cos 根号兰达 1t， 对吧？再加 c2， 所以这边我的 y1 就是 c1 嘛。cosine 根号 lambda 1 t 加 c2 sine 根号 lambda 1 t， 那一样，我的 y2 也是一样，现在 d1 cosine 根号 lambda 1 t 再加上 d2 sine 根号 lambda 2 t， 是一样的道理哈。anyway 就知道它的解就是这个形态，你可以 exactly 解出来，解了 y1 y2 之后再把它带回来，利用这个变换。对，其实这种题目是很好，就是线性代数的应用，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要学线性代数 ？OK， 就是当初是要来解决这些微分方程的问题，就说一哈，你学线性代数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微分方程。OK，vibration。Spring 或是 spring， 我现在有 n 个指点哈 ，OK， 那我用弹簧把它接起来哈。
这样子哈。那每一个呢，质量就是 m。我现在每一个的质量都是 m。但这个是这样，反正我就把它视为是，因为这样，因为我是学 PMM 方程，所以我就把它视为是 PDE，OK，是一个 PDE。但它绝大部分数学的嘛，那个物理的嘛，都弄出来都是一个 PDE 了。所以你会发觉，哎，这原来这门学问事实上是非常广的一门学问。OK，Anyway，然后呢，我这边的距离都是 d，啊，这边没，我就是哈，就是完全是一个理想的 model 哈，这边都是 d，这整个的距离哈。我的 L，对吧？n 加一，有个一共啊有 n 个 particle 嘛，所以一共有 n 个哈，就是这样从头到尾，所以 n 加一，这一小学的质数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的长度是 n 加一 b 哈。那有了之后呢，那我就把它，我现在要看它的垂直运动，不是这样子左右的哈，是稍微拉了一下之后把它晃一下。所以呢，我现在比如说。在 J 这个位置，然后这边底下是 J 减一的，这边是 J 加一，我稍微拉了一下，拉到这个位置，那这边拉了一下，那假设这角度是 theta，这是 m，这是 m，这是 m，OK，我们就看第这个的哈运动哈。那首先，我现在假定我的 tau 是张力哈，tangent，所以张力就是力了哈，张力，所以它的代名群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力的代名群是一样的。OK，它所以 tangent 就是力哈，就 force。那你现在要看的是它的垂直距离哈，所以垂直距离，所以我现在的 q。QJ 就是哈垂直距离哈，vertical。vertical distance。所以你一拉了之后就要看它上下振动的这个哈，你现在是要看上下振动的这个运动，啊，不是水平的，所以其实哈，我上次有导过那个小提琴的那个弦，对吧？小提琴的一根弦，拉起来之后放下，所以就是在 Y 轴方向的运动。OK，所以其实是类似的哈，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类似的哈。那其实这个的话，这个哈现在导的这个方式就是最早的，就是 Daniel Bernoulli。他先导的，那导出来之后是一个哈，这是一个离散型的，那最后把它变成一个连续型的时候，仍然哈得到所谓的 wave equation，啊，仍然得到 wave equation。那最开始他就是这样子的推导。啊，Daniel Bernoulli，所以就牛顿那个年代了，他比牛顿年轻。然后，因为我这边现在这个角度很小啊，因为 theta 小于小一，所以你看呢，你的力嘛，哈，你的这边是哈，你把它想象这是力，然后垂直的力。我这边如果是 tau，那垂直哈，你现在有效的力是垂直方向的，所以我的 force 应该是 sin，对啊，就是我的 tau 乘上 sin theta，对吧？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我研究在这一点，这一点所受的力，在这个 particle 所受的力哈。但是因为我的 sin theta，当它很小的时候，它差不多就是 theta，差不多就是 tangent theta，是 tangent theta。所以呢，tangent theta 就是我的哈，就是我的 y 的距离，y 的距离就是这样，qj 减掉 qj 减一。好，先看这个方向哈，我先看这个方向。
对啊，它的高度是 QJ 嘛，然后另外哈，左边这边是 QJ 点一嘛，所以相减的差耳是 QJ 点六、QJ 点一。那我的宽度是 d 啊，对吧？我刚刚是不是假设每个哈，这两点的距离都是 d？那因为你只拉一点点了，所以这个距离，对吧？这个距离是相差不大了哈，所以这个除以 d。所以我在 QJ 呢是有左边的方向，还有右边的方向，所以我现在的 total force 就是负 d 分之 tau，对，这个是 QJ 减掉 QJ 减一，OK，那还有右边的啊，所以负的再负的，所以变成是减掉 d 分之 tau。QJ 减掉 QJ 加一，应该是 QJ 加一减掉 QJ 哈，然后这边是加的，减的再减的了哈，所以我已经把调换过来。所以这个是 force，就在 J 这点位置，它所受的力。那因为我现在要导方程式。那我的 F 是不是 equal ma？对吧？所以按照牛顿定律，我的运动方程式是这个，m qj 20微分，就是等于 tau 这个东西哈，d 就是 qj 减一减掉二 qj。加上 QJ 加一，它是这个样子。OK，所以你看呢，如果你熟悉，如果曾经做过一些数值计算，这是二次差分了，对吧？一次的话是减一个嘛，减一个再减一个嘛，对吧？这边是减一个再减一个，把它合并在一起，这个就是二次的差分，对吧？所以 eventually 这边就是一个二次微分。Event 就是一个二次微分啊。所以这是这个 idea，这利用牛顿定律。那我现在用那个什么，用变分法哈，就 Lagrange 的 idea，这是哈，这牛顿 idea。那现在是 void Lagrange。对。我现在这边用，我现在 cosine theta 差不多一点六二分之 theta 平方，再加，假设我的角度是很小，小于小一，为了方便，我们都假设是大一点哈。然后你看哈，我原先在这边，那我拉哈，拉到这边来，所以距离这段距离跟原先这边是有差别哈，所以我的 distance 它是不是就毕氏定律？我的 d 平方再加上 qj 减一减掉 qj 平方。对吧？然后你再把这样，你把 d 扣掉，可以拉的距离哈，所以大概就是二 d 分之一，那这边是 qj 减一减掉 qj 的平方，对吧？就是那个二项式定理而已。OK，比如这是它二分之一的哈，
你要二分之一的那个本路，就是那个 binomial 定理啊。哦，所以我现在问未能嘛，potential，就在这一点啊，我现在就说在这一点，它所产生的未能啊，未能是什么？未能是不是力乘以位移？啊，有这个概念吧？对吧？你的力把它做功，力做功是不是就是哈，就是你的 potential，对吧？就是所谓的哈，所谓的未能是什么？就是把一个支点从无穷远带到这点所做的功，就是你的未能嘛，对不对？通常是负的无穷大了哈，假设是负无穷大，啊，把一个从无穷远点带到这点所做的功，就是你的未能，那就是你的 potential。是我的 VJ，对吧？就是我的力，我的力就是我的涛嘛，力乘上位移是这项。QJ 减一，什么叫 QJ？平方。啊，这是单独一个，然后把所有的通通加进来。诶，这就是当初那个什么，那个当初 Euler 或者是甚至 Lagrange 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注意看这个，用这个 model，你是不是可以处理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个 model 上开始，对吧？就是最原始的，然后就是让这边又就用差分的概念嘛，差分的概，这个所以最开始是先有差分嘛，差分完之后再把它变成是微分了。所以一开始都是用这样用离散的系统，而不是一开始就用连续的系统。所以 total potential，V 是把全部把它加起来，二分之一，summation，J 从一到 n 加一，一分之 tau。QJ 减一，减掉 QJ 平方，然后 kinetic energy，total kinetic energy，kinetic energy 都比较简单，都是二分之 mv 平方，对吧？上面是，J 从一到 n，QJ 到平方。所以我的 Lagrangian 就会加到这哈 n 加一是因为这样，我有一个是这样是 j 减一了，那你就把另外一个就是这样，把它最左手边那边把它定为零就好，它定为零就好。所以我的 Lagrangian 就是 t 减掉 v，所以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summation j 从一到 n 加一。MQJ 到平方，所以这边有 n 啊，减掉一分之 tau，QJ 减一，减掉 QJ 平方，那有这边我可以得到 Euler 光子 equation。一样啊，d q partial l partial q dot z 啊，减掉 partial l partial q z 等于零，所以得到的结果是一样啊，就跟我们刚刚直接从牛顿就 F 等于 ma 导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 m q z 二次微分扣掉 d 分之 tau，那 q z 等于一。减掉二 qj，再加上 qj 加一等于零。OK，所以呢，我现在问题是，
怎么叠这个哈？这个你看，这边有这样 j 有 n 个哈 j 从一到 n， 这是有 n 个联立微分方程哈，所以如何叠？那方法还是跟我们前面那边提的一样啊，就 assume n 是，就是 assume 我的 qj 就是 aj 等于 exponential i omega t， 所以你自己看，我这边的 omega 对所有的 j 都一样 ，OK， 所以 in some sense 它就是一种 eigen value，eigen 就是不动的意思嘛。Eigenvalue 的意思，哈。那这样的话，假设你的解是这个样子，然后把它带进去，所以你把它带进去是负一分之 tau， 再乘之 a， 再减一，再加上一分之二 tau， 扣掉 m omega 平方 aj。减掉 d 分之 tau a j 加一等于 d。OK， 所以这是一个差分方程的 difference equation， 这是一个差分方程。啊，这是一个差分方程，这是差分的微分方程啊。这边也是差，这边是差分嘛，那有微分，这是差分的微分方程。OK。然后呢，你就把它摆下来，这是一个矩阵啊，这是一个矩阵的形态。所以这是 d 分之二 tau， 减掉 m， 欧米伽平方，这是 d 分之 tau， 那这是零，这是零，那这是负 d 分之 tau， 这是 d 分之二 tau， 扣掉 m， 欧米伽平方，这是零。零，那这边是负 b 分之 tau， 那后面这边是零一零零 ，OK， 负 b 分之 tau， 那最后这边是，这一样是负 b 分之 tau， 啊对，这个对角线都一样哈 ，b 分之二 tau， 扣掉 m， omega 平方。所以你看哈，这对角线对吧？对角线都一样的哈。然后呢，它的隔壁那条的斜对角线哈，隔壁那条的对角线，哎，都是一样，负 d 分之 tau， 都是负 d 分之 tau， 这样子下来，啊，这个矩阵蛮特殊的哈。OK， 这个叫做 Jacobi， 雅科比了哈 ，Jacobi matrix。一个往哈，一个是上面的，对，就但没有，就是应该上，但没有。你这边哈，那个零那边要先哈，就第一个那边把它算成零，这样子才是对的。没有，这边一样，就只有左右两边了。你这边对角线，那左右两边是这边，啊，左右两边是这个，左右两边是这个。对，那你这边第一个就从哈这哈，因为它前面那边是零的，定义是为零的 ，OK， 所以这边写的不是很好，因为这边占了空间哈，空间，所以这边的两侧是这个，这边两侧是这个，这边的两侧是这个，这边还有一个哈，这对角线写的不算是很好哈，所以
这边的对哈、啊、是 b 分之二它扣掉 m 欧米伽平方，这边的两侧是这里哈、啊，这两个两哈、啊、两侧是在这边。OK， 如果 n 等于1的时候，你这应该看出来哈、啊，这欧米伽这可以算 b 分之它，二乘是 m 分之二。那 n 等于2，这个可以算啊，欧米伽是等于 b 分之它，那这是 n 分之二正负一，因为有两边的哈。OK， 那这个我也可以算啊，这边也可以这样子算，方法也是类似这样子。那我把它换成 k， 所以这个 k 的话就是那个一般的所谓的弹簧的常数哈 ，constant of spring。OK， 然后现在我定 aj。是 real part， 一个 a 乘上 exponential i， 这些 gamma 扣掉 sigma delta， 所以你代进这个差分方程，所以可以得到负 b 分之它 exponential 负 i gamma。再加上 b 分之二它扣掉 m omega 平方，再减掉 b 分之它 exponential i gamma 等于零，所以你这样可以算哈。就假设我的 a j 是这种形态哈，我的 j 爬到这边来 ，OK， 所以我的 omega 平方。就等于二它除以 m d， 减掉 m 分 m d 分之它 exponential i gamma， 再加上 exponential 负 i gamma， 这将会等于是 m d 分之二它，这是一减掉 cosine gamma， 所以等于是 m d 是它。sin 二分之伽马，所以这个是解这种差分方程的其中的一个方法。OK， 就这个哈。就我现在假设我的振幅是一样的，那相差是这样，你的那个什么，你的 phase。这边差了一个倍数而已，这边是你的哈，你的 face 嘛，对，就是你的向哈，你的向角了哈，就是差一个倍数哈，差一个倍数，所以这边有点那个 Fourier series 的味道，有点有 Fourier series 的味道。那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就是说一般的，就是说你看你要听一个音乐对吧哈，一个就是说哈一个坡，对吧？你要找到那个时候，就是你听一个音乐。你的基本的频率找出来之后呢，其他都是它的整数倍了，所以我这边就等于说我找一个、啊、基本频率完之后，那么呢其他就是它的整数倍，把它的做叠加而已。 A 零等于 AN 加一，你这是、啊、连接在两个端点的嘛，所以假设它是等于零，这是 boundary condition。我的 A 0，第一个 A 0是我的 real part A exponential 负 I delta， 这等于0，所以呢我的 delta 就会等于是正负分之派，正负分之3派，
正负5派。实际上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哈，就是 Fourier series 的一个前身，Fourier series 的前身。所以我的 AJ 呢，蛮特别的哈，然后是 real part a exponential i j gamma 扣掉 delta，就是 a sin j gamma。所以我现在利用两个边际条件，我所以是在利用我的两个边际条件在解 eigenvalue 嘛。然后我的 an 加一是等于零嘛，是 a sin n 加一 gamma 等于零，所以 n 加一 gamma 就等于是整数倍的派 s 派二三等等。那其实这就是当初 Daniel Bernoulli 为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得到他的解就是 Fourier series，这就是 Fourier series 啊。所以呢，我这解这个，就干脆我的 gamma 就把它叫做 gamma s，就等于是 n 加一 s 派。那我的 frequency，对吧？二根号 tau 除以 md sin 两倍的 n 加一，对吧？s 派是这个形态的。所以它所对应的振幅 AJS。就等于是 as sin j n 加一 s 派，这个是。那我现在 choose，我的 eta s，我现在是不是有个常数 beta s？那我现在已经有 exponential i omega s t 了，是这个东西，这就是我要的了哈，exponential i omega 这一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带回到前面那边来，我的 QJ 可以算出来是 summation，我的 number 是这个，哼，所以是 eta s 乘上 sin n 加一 js 派，把 j 写到前面来。或者你就把它写成这样子，把它写成 summation，就写成 real part summation s，先把它写成 beta s exponential i omega st sin c n 加一分之 s 派。下定，beta s 呢？它是有 real part 跟 imaginary part，缪 s 再加上 i 缪 s，所以我的解呢，QJ 去
零 summation s sin z， 然后 n 加 e 分之 s 派，乘上 mu s cosine omega s t， 再加上再减掉 mu s sin omega s t。然后呢，我的 QZ 零 summation mu s sin， 你就把它带零子哈 ，z， 然后 n 加一 s 派，那 QZ 微分零，我的 summation omega s mu s sin z n 加一分之 s 派。那我的 AJS 是 AS sin 这个东西，那对 sin 而言，它有彼此互相垂直的性质。Fourier series 有这种彼此互相垂直的性质，哈。如果没有互相垂直的性质的话，这个整个东西会变得非常的复杂。But 等于 z 从1到 n sin z n 加一分之 s 派等于二分之 n 加一，这 delta gamma s， 这就是 Kronecker， 就是 Kronecker symbol。Delta gamma s 不等于零 ，gamma 不等于 s， 不等于一 ，gamma 等于 s， 就叫 Kronecker。Kronecker symbol。所以我利用这个条件呢，我最后可以得到这件事情。我最后可以解了哈，所以 summation QZ 零 sin Z gamma 派，我就哈乘上这个哈，乘上这个量哈，所以 summation。gamma s mu s sin j n 加一 s 派，那再乘上 sin j n 加一 gamma 派，利用这个 orthogonal 的性质哈，利用这个 orthogonal 的性质，就 mu s 就等于 n 加一分之二 summation。这从1到 n QZ0 sin ZNGIE S 派，那同理也可以算出另外一个哈，因为是负 Omega S NGIE 这是2 summation QZ.0 sin ZNGIE S 派 ，OK， 所以这部分还不太容易。所以其实当初 Daniel Bernoulli 他做的工作是哈，现在想起来是真的是了不起的工作哈。你看，像差不多300年嘛，到300年左右。我们最后推导的方程式这边有趣的哈，我就要提这件事情哈。
我们刚刚最开始的时候是每个 particle 之间距离是 d，那我现在的如果距离是这样，距离是趋近于零，也就是说每点哈，就每个地方都有 particle，这样子来想象哈。那么这时候，当我的 d 趋近于零，我的原先方程式是 qz 差不多 d 套 qz 减一。减掉二 qz，减掉 qz 加一，那么它的方程式等于是这个 log q 到等于它 d 平方 q dx 平方，所以就是这是我的 m b 分之 m 跑过来就是一个 log。所以这个就是密度，单位长度的质量。所以这是 d，我的 log 就是 density。所以有时候写成这样子，q double dot 对吧？就是写成二次微分，b 平方 q，dt 平方，扣掉，对，log 分之 tau，b 平方 q，dx 平方等于零。那这就是出名的 wave equation，一维的波动方程。OK，证明我就不证明了哈。所以有时候写成这样子。b 平方 q，dt 平方，或叫 c 平方，b 平方 q，dx 平方等于零。所以我的 c 平方就是这样，tau 除以 log 这个样子。OK，那如果你觉得不太有把握，这样子来看，看它 dimension，c 平方是不是它 dimension 是不是 tau？除以 log，tau 呢是这样，是 tangent 是张力嘛，所以就是力，力就是 F，对吧？F 就是 ma，对不对？所以 F 就是 ma 嘛，所以你看它的 dimension 是不是质量乘上加速度每秒平方米，L 除以 t 平方。对不对？所以这边是这样，这边的 dimension 就是 m l，那这边是 t 平方，是这个样子。那我的 log 是密度，但我的密度是不是单位体积的质量啊？是单位长度的质量，对吧？按照这边，对吧？我这边的 log 是这样，单位长度的质量，对吧？所以我的 log 是 m 除以 l 嘛，所以我的质量消掉，所以它是等于这样，L 平方除以 t 平方，L 除以 t 括号的平方嘛。所以我的 c 就这样，距离除以时间是速度，对吧？所以我的 c 是速度哦，c 的 dimension。是我现在这个方程式写成这样子，所以对于波动方程式强烈建议，这边要写 c 平方。但有的书呢就把它写成一，啊，有的书写成一，但我觉得保留 c 平方才会比较清楚，因为这时候它 dimension 才是对的，否则写成一它就不要说它的速度都是一了。OK。然后呢，你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 x 减 c，x 超啊 c 超多就是对吧？距离除以时间嘛，
是超是这个样子。OK，所以会有一个 x 减 ct，一个 x 加 ct 的这样子哈，所以一定 cos 等于 x 减 ct。eta 等于 x 加 ct，OK，、okay. 你把它这样微分方程你带进去，对吧？做变数变换，这样呢，我就变成 u cos eta 等于零，对吧？如果你觉得不习惯，这就是好像以前 x 平方减掉 y 平方。这边对应过来就是像这样的，或者你把它写成 t 平方减掉 y 平方，那这边变成是 cos eta，这双曲线嘛，对不对？这等于 c 嘛，这是双曲线嘛，对吧？就等于是我做这个变换了啊，做一个旋转，做一个旋转，所以 u cos eta 等于零，所以那你可以证明我的 u 那是 f。可思议的函数嘛，就把它积分再积分嘛，对吧？你对，eta 积分啊，可思议是函是常数嘛，对吧？所以积分两次之后，所以它是等于再加上 g eta，OK，所以呢，我的 u x t 它的解是这个样子，它一定可以写成 f x 减 c t 再加上 g x 加 c t。OK，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定理的形态了哈。大浪贝尔哈，这发文，大浪贝尔。UTT 减掉 c 平方 UXX 等于零，那么呢？就不应该这么写，就是这样。U 等于 FX 减 CT 再加上 GX 加 CT，少。这波动方程，这是它导出来的解，OK，这是它导出来的解，所以这个解叫做大浪贝尔 solution 啊，大浪贝尔 solution，这是唯一的 PD，对吧？唯一的 PD 用上微积分就可以写得出来的，最简单的解，不是最简单的 PD 啊，是最简单的解，用微积分就可以推导，这个解叫做大浪贝尔 solution，OK。这个大概可以说是第一个了哈，历史上第一个 PD 就是这个波动方程，就大浪贝尔。那时候就研究那个一根弦，就小，你就把它想象成小提琴，小提琴的振动，满足的方程式就这个哈。但是另外也可以这样子想象，对啊，我现在 UXT，它假设它可以分离变数 Psi(x)，exponential 乘上 beta，exponential i omega t，就这个 beta 没有关系哈。假设我的解可以写成这个形态，OK，就跟我们哈前面那边推导完全一样哈，就是我这边就是分离变数啊，甚至你后来在量子力学也是这么处理的，OK，所以我这边是 separation of variable，这概念就是 separation of variable，OK，
那这个是这样，这个 separation variable 就是 Daniel Boone 所引进来的概念，所以 D'Alembert 的解释这个形态。那个 Bernoulli 是用的是这个概念哈，用分解变数法。所以带进去之后呢，所以这边是 psi 二次微分，再加上 k 平方 psi 等于零。然后呢，我现在有边界，两个边界是固定的哈，所以 psi 零，psi 表示长度是 l 哈，等于零。你看那个什么量子力学的破案书，是不是也是假设这样子，那带进去弄的，对吧？然后呢，它这边是加一个 et 了，然后这边是这样，这边跟时间 t 无关嘛，对吧？那是它的 steady state 嘛，而且你算出来是无穷多个解，然后最小的那个就是它的 ground state，因为它对应的 eigenvalue 就是它的能量，那是最小的，那是一个就是一个 ground state，OK，就最小那个叫做 ground state。能量最低的，也就是最稳定的那个。那这个能不能解啊？所以这个就是 Sturm-Liouville problem。OK，因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边界条件是零，那微分方程这边带进去，然后你知道它。一个文方程，对吧？你这个零带进去，一定是它的解嘛，而且有边界条件的，所以零一定是一个解的，对吧？那你现在问题说有没有除了零之外的解，对吧？就跟我们在解那个什么解方程式是一样的，零带进去，对吧？就 ax 等于零，然后零带进去一定是个解。那如果你希望说有零以外的解，因为零就是 trivial solution，有没有 non-trivial solution？那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无穷多个解，对吧？一定会有无穷多个解，所以如果有的话，那么呢，会跟你的这个啥，跟你的 k 有关，那这就是所谓的 eigenvalue problem 哈。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算，这是一个 eigenvalue problem，我的 k 呢是的 l 分之 n 派，那对应的 psi n x 是 sin。两分之 n 派 x，啊，你就直接去算，因为通常算出来会有 sin 跟 cos，对啊，因为我的解呢，对吧？我的零在两个端点，这边是零，那这边也是零，所以这个解一定要震荡，它才会从零跑到零来，所以它这个解一定要 oscillate，那 oscillate 一定是 sin 跟 cos，一定是这种三角函数，它不可能是指数函数，指数函数的话，那么从零开始，那就来的话就不会跑到零来，或者是一个 linear 函数。直线的或者是降下来都划了一本没关系，这边是零，那永远的。如果是 linear 函数要跑到零的话，这种函数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它的两个边界要等于零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它就是一定要 oscillate， 这种函数一定要 oscillate。然后呢，你知道我的 phi 哈 psi 零呢是零，所以它一定是一个 g 函数。对，我现在零到 L， 然后再把它周期性的把 extension 过去嘛。对，我现在是这边是零，你把它画出来过来。然后呢，你要把整个连续可以连续推到就好像在贴瓷砖，那图形要能够连贯过来的，那么它一定是一个 g 函数，在零的附近的时候等于零，告诉你说在零这附近是一个 g 函数，所以一定只有 sin 而已。OK。所以同理，如果这边是变成是微分等于零，一定是 cos。OK， 微分等于零，一定是 cos。啊，可以慢慢去体会哈。因为我是后来看那个一个英国作家哈，叫 Lyhill。
他写一本书写那个广义函数的哈，Fourier analysis，我觉得这本书是薄薄的，很值得看。你可能不太了解 Lighthill，Lighthill 就接替那个 Dirac 嘛，他不是有那个什么剑桥的卢卡奇讲座吗？对吧？Dirac 来之后就是 Lighthill，他就 Lighthill，而且还当蛮长一段时间的。他是研究流体力学的，Fluid Mechanics，他接替那个 Dirac。那现在是 Hawking 哈，Hawking 应该还继续在当吧？应该还是他了哈。不晓得，应该是没有换人吧？哈，那我的 Omega n 就等于我的速度 c，对吧？这是我的速度 c，kn，所以 anyway，我最后的解就是这个形态哈，我的 psi xt。sorry 是我的 U 哈，我的 UXT 是这种形态，summation，你这是取它的实部了哈，一个常数贝塔 n，exponential i omega nt，那 sin l 分之 n 派 x。n 从对吧？n 从一到无穷大，那我的贝塔 n 要跟你的 initial condition 有关，你也这样。我的 UX 零带进去，你那这边是一了哈，是 summation beta n sin l 分之 n 派 x，假设是 u 零 x，所以 beta n 是让你的 Fourier coefficient，对，我就两边乘上 sin 这项。我两边乘上这一项，那把它积分，对吧？你要利用这个性质，零到 l sin l 分之 n 派 x 乘上 sin l 分之 n 派 x dx。如果 m 跟 n 不一样的话是这样，是零。那 m 等于 n 的时候，sin 平方是啥？二分之，对吧？是二分之一减掉 cos 二西塔，cos 好那个东西嘛。那 cos 这边又踢掉了，所以只有二分之一，对吧？所以二分之 l 嘛，对吧？所以这个值是等于二分之 l。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垂直的性质。啊，跟我们刚刚的话是用 summation 的那个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它有这个垂直性质。OK，如果你不熟悉这个，那你就是这样，用这样零到二派，对吧？sin m x 乘上 cos n x m x，这一定都等于零。OK，你把它合并在一起嘛哈，合并在一起就剩下 sin cos sin cos 它积分对吧？不管怎样 sin x 的零到二派的积分是零对吧？所以 sin m x，那么它零到二派完整的周期积分一定是等于零的。然后呢，一样零到二派 sin n x 乘上 sin m x d x。灯塔不一样的话，这样是零，对吧？是零。那都一样的时候，对吧？一样的时候是啊，
就二分之一减多少嘛，所以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那说这边有二派嘛，所以派，二派除以哈，除以二分之一嘛，所以是派嘛。那同理，零到二派 cosine 的话是同样的东西哈，cosine nx，cosine mx dx，它一样是零，m 不等于 n。那真是派，m 等于 n，所以有时候有人呢，希望他就把那个派除下去，等于是根号派，他就 normalize 就变成一了。OK，所以也就是说，我原先以前这样，以前我们在 Rn 的时候，我们的基底是不是1001001001这标准基底嘛？那你在做了一个对角化之后，是不是用你的 eigenvector 啊，eigenvector 就变成是取代你的1001001这个标准基底嘛？对吧？那现在一样，我现在在 Fourier series，我下一个函数把它写成一个这样，写成一个 Fourier series，OK。所以基本上概念是这样子，就跟在 Rn 的时候完全一样啊。你看呢，x 这个向量，它是 x one、x n，它是写成 x 你的 e one、x one、e one、x n、e n。对吧？那这个 x 就是你的投影了，坐标就是投影。所以你的 x 是什么？它你是不是就是我的 x？对吧？这 e one 这做内积嘛，那真是 e one 了，对不对？这是 x，e n，那真是 e n 嘛，它就投影了，对吧？它就是内积嘛，就是投影嘛，对吧？然后你现在呢？我把这次哈这件事情推广到无穷伪空间哈，无穷伪空间。我现在 f(x)。就写成 summation an enx，就相当于是这个，对不对？那这系数，我的 an，这 an 怎么来的？是不是跟这边一样？你是这样，两边跟着跟 EI 作用，你就得到这样利用垂直的性质，对吧？你这边是不是两边跟 EI 哈 EI 作用，其他地方都零掉，只有 I 内向留着，那就是你的 XI 啊。所以这边是不是就是你的 XI？就是这样，我的 x 跟我的 EI 作用的嘛，对吧？啊，两边做内积的概念嘛，对吧？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我的 f 跟 vn 好了，免得它跟这边哈弄乱掉，是不是等于 summation an vn vm 等于这样子？那如果你有它。如果你有 orthogonal 性质，orthonormal 又更好，对吧？如果有 orthonormal 性质又更好，所以我现在最好是 orthonormal，我的 vn 长度都等于一，OK。所以其他地方是都零掉了，只有这样 n 等于 m，这边是 n 在跑，只有这样，就哈，只有 n 等于 m 有东西，其他地方都零掉，所以这边是就等于是 am。对吧？所以我的系数是什么？我这个 Fourier coefficient 就是在这样第 m 个，对吧？第 n 个向量，对吧？第 n 个向量的投影，对吧？就第 n 个向量的是投影。这就是 spatial 嘛，就是它的 spatial projection，就是 projection of f on v m。就这个意思，OK。